LV 领域展开来了，但是一发月影重炮又定到环道之后，在熬深渊逼出的是阿伟的闪现，回头的周末只有定住小右，小右这时候交闪，但是是死亡闪，那 KCW 可能也要陪葬，被刺骨幽暗缓住之后，闪现退到了塔下，喜欢压制人的习惯来了，封命斩直接斩到遨游深渊没有顶到，但过来极力冲刺加的是凛冻狂怒，到底要来几个？定到塔下，但胜败这波交了闪之后，回头用混沌风暴把 Final 的血量打残 ，RB 上来人在江湖闪现，闪现枪贴脸。把对方的 final 给击杀掉，还避出的是轰锁的闪现，这个直接加速走。遨游深渊一顶顶到阿伟来了，极力冲刺，但没有顶到。但上来毒蛇缓住之后，用凛冻狂怒，应该说永恒冻土定住，是 KCW 拿到阿伟的人头。这波阿 Q 再来，遨游深渊又要顶，接着是架起了月莲枪刃，还有乐曲终章的亚非利奥月夜守护出手，又把阿伟给现杀掉了，而且现在还要再硬留的是 Tuna。现在身上的月循环还在不停的往前 A， 拿下 double Q 的 KCW， 下路打开了优势，但上路也打起来了。飞着走身上来挂了点燃，是把军下哥给打回了塔下。那回到中路，要跟红锁打了照面，加了噬魂之刃上来，完了被压了红中，最后人在江湖回来，这一番龙争虎斗都还没出手，红锁就先倒了。阿伟到底会不会再被现杀？再上来，反而之前阿伟要先杀别人了，往前的周末之友盯到了小药，遨游深渊还被特化连接给绑了下来，最后只有 RB 上来把这个探戈骑的人头给抢了下来。来中路封命斩藏到的是噬魂之刃，再来硬 A， 但 A 不出伤害，反而是交了闪，还是依旧被胜败给击杀掉。但上路一抓，冰河牢笼框住的是军校，最后点燃没有烫死。军校哥可以吗？还能不能再活一滴？不用啊，逼出了小右的闪现，但再给到的是赤黑黑，人在江湖往前一趟，闪现躲掉了对方的遨游深渊 ，TP 下来的是 Curs。但是这波 TP 是直接被拉掉，但小右怎么上去送掉了？在边线上是军校跟 Curs， 但是先跳斩上来，反击风暴一晕，哇！冰河牢笼是用闪现躲掉，但是飞灯走线还在不停的做流 ，A 出的是四层的这个冰霜的 buff， 但最后是没有成功的交出永恒冻土，但 RB 来了，再来上来拉的是燃烧弹，上来还有反击风暴加的是龙争虎斗，直接给轰死，而且好像刚轰死我在中路死掉了。再往前一顶，成功的是把军校哥给带走。Tuna 闪现的 RQ， 大会躲一吃回来的是 Final， 一吐加盾，但是小右可能要倒了，知道自己会死，回头走了一步，由 RB 拿到人头。确实玩的不错，还是有操作的，终于是有操作层面的。哇，有闪现躲掉，但是对方也是有闪现下来，噬魂之刃加 Q 三硬流，留住了后，留住了胜败，还留住了这波 Shutdown。这边出现严重失误啊，本来抢好位置了，为了穿上线又走回去了。但是有军校哥成功的锤塔，那红锁交了噬魂之刃上墙，但是被打成了。残血黎明之影往前，只有东海太阳队成功拿下这一条龙，但坦克骑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边的胜败交了惊人，躲避一下伤害，直接越夜这波的越夜守护起到还不错的效果，上去打伤害，但是被装置给定在了原地，特化连接再绑住，由卡玛拿到了 shutdown， 后面噬魂之刃回来轰锁，跟着是 final 合力击杀掉了军下哥，回来的刺骨幽暗又搭上的是 Tuna 的伤害，硬换掉了轰锁，闪现上墙 ，final 这波还能走，轰锁成功的回复赶到之后，军下哥来了，被极地冲刺顶下来，但反击风暴晕住了 final， 正面的封闭弹斩到三个，但黎明之翼往前给到了护盾，起飞，再加上的是关键进场，飞身走线拿着两颗人头。
继续再捡一捡，捡下了胜败，是由小佑拿上了人头，但这波真的被轰锁开到一波大的了。过来，要逮吗？上去用反击风暴，云柱逼出了对方的封命斩以及噬魂之刃，回头 Q 三卷起来，但是伤害不够，不足以逮掉军煞。哦，滑步上来，封命斩空了，空了，完了，那些冰河牢笼也被 RB 的闪现躲掉。这又白给了，又是轰锁，回头的闪现，还有混沌风暴一直在追着电，但轰锁看起来是成功的存活了。但这一波中路没有了血量，没有了状态 ，KW 也是被迫的交出了狂风跟闪，小佑没有闪现，所以被留在了原地，人头带走是 TP 来的是克斯，这波宰狗还有没有机会 ？KW 回头的越野守护，但是反而还是被胜败给击杀掉。现在克斯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？Final 也倒了，轰锁的状态无法再次进场，回头一个死亡射线，胜败难免，准备要带走的是对方轰锁以及克斯的人头。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黎明希尔队、太阳队，现在是发了疯了，准备要 rush 八楼，而且三千滴血量很低，阿 B 可能来不及进龙坑了。没关系，这边打人就好了。封闭斩拿下，选择要硬打人，然后这边往前空了，封闭斩也空了，什么都空了。但往前要追胜败，伤害很高。轰锁的噬魂之刃回来，是被惊人躲掉伤害，回头的能量锁痕，一波 A 死轰锁。再来是龙坑里的 Cus， 也是被 RB 追着 A 到死，全部的人都被黎明七二队给收下来了。这波吃到了八郎带的五个人都倒地了。